全睡了，哎呀，好可惜。现在要去看望一位长辈，所以从家里弄了点菜，然后再到菜场买一点。先稍微抖地，来，好，休息休息。我想弄点粉蒸牛腩。给我弄些干。你给一点先，不我等。那个时候笨啦。哎哎。哦。是我母牛啊。那我母牛了。啊，母牛。啊，是那谁？小三也进啊。啊。要是弄这两块，你今天啊，不好了。这就弄两。这门口的两个呢，四十块呢。这个是三，你可以进的。好好好。博士生。啊，博士生。这个是。四十。微信收款28元。看一下这个菜场还是挺干净的，有没有什么异味？一点异味都没有，有没有什么很难闻的味道？干干净净，这个是我们小镇的菜场。看一下别的还有什么可以买的吗？那个鹅妈买的啊，肉块啊。哎，那个鹅好吃。那个鹅好吃啥子？要多少？来。哎，好。有新鲜吗？那个。新鲜的。一个。买两个，要的现在来来少拿点，好，就买就买那个，不要等，领结，哎，领结还有，还那个也买了，20块钱，20块钱，20，好，栗子吗？买的吗？栗子有7块啊？哎，哦，我差多少？我暂时不要，就那个就那个20块对吧？这个卖菜的还挺好的，把那些小的帮我切掉了，我以为他会一并搭着给我。小的一个冬菇一碗。冬瓜。哎，冬瓜就这么大？就这么大。小的没有啊？小的没有哎。冬瓜多少钱？要多少？我不要的不多，一个人吃的。一个人吃，你切一点不是够了吗？够了吗？这一点，再稍微多一点吧。够吗？哎，这一点。多少钱一斤？2块，老价钱。2块一斤，好。3块不好吗？现在已经有萝卜了。萝卜有了，老早都有了。哦。番茄怎么卖的？4块。番茄4块。嗯。这边慢慢来，我也买两个。就买这一点吧。我也买两个番茄吧。啊。多少钱？6.4跟6块钱。6块钱。嗯。好的。我要买一点本地的特产，就是这个鱼圆。这个鱼圆的话，和我们普通认知的鱼圆是不一样的。它是非常的软，非常的软，不是那种贡丸的感觉。这家叫它一般，换一家。前面有一家做鱼丸，还有做那个刺毛肉圆子做的挺好的，就这家。这一家里面有葱的。你里头放，你里头摆的葱的啊？没得葱的有吧？没的葱的没得了。我摆一点点葱，葱有葱的走个几号是好的鱼丸子。好的鱼丸子有葱的。啊，有葱的是走个几号好的鱼丸子。上海的。这边刺毛圆子。哦、啊。你这是么子啊，李哥？啊，李哥。有海草的。啊，放的海草啊。哎哎，那个好吃的鲜。啊，海草的鲜、啊。要吧。这是刺毛肉圆子。别的没得啦，别的没得了。哦，我只是要买别的了。这就是我们钓的小白条，油炸的，这味道是很不错的。炸鱼炸肉，这个是11。还是买这家的鱼圆吧，他们那个放了葱我不喜欢。那个鱼圆蛮买的吗？15块一斤。15块一斤啊？嗯、这个好像。好、哦、的，我早上提着进卖掉了。嗯，好，给我称了2碗吧。啊，这一点，15块一斤对吧？人家上海人都来买的，带着走。啊，好的，就这个，这个是这个花园。
花园。24块。24块钱。啊。好的。还要什么？这个花园怎么卖的？花边21斤。花的20。花的就是里面放了那个蛋黄的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好的，这个就不用了，这个不用了，就这个20。这个鱼多少钱一斤啊？30。30啊？嗯。看样子逛菜场要来得早一点，来得晚了，好的菜都被买完了，剩下都是不好的。现在已经是快10点钟了，现在再去买一点糕点。